麦，这个球怎么还太放松了？双手扣进去完事儿，有那么高？不进攻，我在赛场上这个，他只要在场上，这个防守的面积其实也胜过于进攻，不好一些。但上海队就是进攻非常好，所以说矛和盾这种比较啊，哎，好漂亮，哇！虽然这防啊，防的是真好啊，漂亮，虽然对，但是注意一点，哎，好球，给的漂亮！哎呦，赵旭啊，今天这怎么了？篮下，看这边全场的三线快攻，小丁漂亮！可以发挥更多的反应和效果。又是一个失误。哎呦，这个小丁单手的 PK。看米纳拉斯这边强突，大家看这个，他一个体拳的变向，从右手来到左手，对，必须要这个。站出来，而且不能说过多的依赖于外援。好球，好球啊！咱们非常非常壮，然后减重成功了。这边又是一个抢断，虽然啊，来好球！哎，又是一次抢断，虽然第三次的转换，但这一次呢是投桃报李，把球给到了蒙泰尤纳斯，进了三分。篮板球这边是小鲨鱼拿到，转换的机会。老森冲速度，好球！这个球也不错。这个可是在这边看米纳拉斯，哇，就是这种。黄汉林这边跟等，黄汉林在要位。小丁，擦亮去防。小丁突破，漂亮！从距离的出手，好球！哎呦，这球没有能够割进去，但是莫泰尤纳斯的前场板翻身的勾手打进。在上海队这边二线联防了，底角小丁又是轻松点开，中距离很稳，好球，又是失误，转换给到前场的小鲨鱼，双手的暴扣，这是不应该的举动，对，好球，莫泰手感很柔和，